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，国民党主席改选，前副主席郝龙斌正式宣布要参选党魁。郝龙斌晚上7点在脸书发文，强调自己心无悬念，全心为党，喊出了两个全心，三个必须，要落实世代交替，也强调自己绝不会吃碗内看碗外，会纯粹无私，希望能够带领国民党走出风暴。